香港啊，家属见到和尚给悟道讲啊，啊，我们光念经啊，也要听经啊。如果只有念经啊，不听经啊，就变迷信。现在在念啊，念经，但是不懂经的道理，经的道理啊，理论方法不懂，但只有念啊，不懂啊，那就变成迷信啊。所以啊，听经闻法还是非常重要。所以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一生实现的，给我们看的就是49年啊，天天讲经说法，天天讲经说法。啊，为什么要讲啊？不讲大家不明白啊，不知道怎么修怎么学啊，对宇宙本身啊，事实真相啊，也不明了。那么我们生活当中啊，面对的种种的问题啊，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啊，遇到问题啊，怎么去处理，怎么去解决？我们有很多愿望啊，求不得啊，那教我们怎么去求，就会达到我们所希求的愿望啊。所以这个要听经闻法。讲经说法，听经闻法，主要目的就是帮助我们断疑生信啊，把疑惑断除，信心才生起来啊。我们疑没有断啊，就是半信半疑啊。所以这个讲经说法、听经闻法，主要在帮助我们断疑生信啊。如果不怀疑，那当然啊，经也不用听了。所以不要听，也不怀疑啊，保持念佛就成功了啊。有怀疑啊，一定要听经闻法。那么这次在香港啊，我们正了和尚拿了一个 U 盘给我啊，它里面写的内容啊，写了很多啊。第一个是大国外交啊，可能有很多同学还没看过啊。第二个是不忘初心，那么我们利用休息的时间啊。我看这边都有荧幕啊，可以大家播放给大家看。那我们今天上面国历年啊，过年啊一天，所以大家有放假，人就比较多一点。所以用午斋的时间啊，连香云餐厅啊，空间还是有限啊，所以要分三批去用午斋，还有分三批。庙下去啊，我建议可以这边看看这个 U 盘啊，因为早上他说看了10几遍了啊，那我很惭愧啊，到昨天晚上才看一遍啊，他老人家看了10几遍，那么知道啊，国家啊现在的政策啊，在为人民啊做什么事情啊，这些政变啊，大家有必定啊要了解。那么非常感谢大家的发心啊！这个从下午1点钟开始啊，那么30座圆满了，大家早一点回去啊，就比较那个同修做的比较远，考虑到大家的交通的问题，所以30座完了，大概7点10分15分左右啊，差不多。最长到7点半，那大家回去开始就不会太晚。好，那么也再祝福大家新的一年啊，这个福慧增长，法喜充满，祝大家用餐愉快啊，禅悦为食，法喜充满啊。我们下午1点开始来我们学历史系列。好，阿弥陀佛。